一眼心动的繁花似锦手绳，寓意可太好了。寻你一路繁花一世繁华，来来来，我教你，重点在于荆州的穿法，开头和一般桃花结一样，雀头结挂线，先挂一根72号粉色玉线，再挂一根6股金线。 第一个花瓣完成，拉到上面，贴紧上面的金刚结，然后做右侧花瓣，金线打半个雀头结，从上方走线，粉线打一个雀头结，雀头结分两步，先上后下，金线拉下来打完另外一半的雀头结，从下走线，同样方法做完左侧花瓣，接下来两组轴线交叉，金线和粉线各打半个雀头结。 左边也一样，金线和粉线各打半个雀头结。先将一边的轴线拉紧。重点来了，我们要在这4根轴线里找一根中间的线，把它抽出来。这根线就是用来穿珠子的线。然后把轴线拉紧，把花瓣整理好。下个视频我们讲穿珠，下课。